下我们每一个人被神灵编织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体的生命，那我们最终的生命的终了都有一个这个终极的目的，我们就是要有彩虹。所以我们把我们这个我们的神观哦，透过这种彩虹的意象，它变成很抽象的东西，它变成一个很具象的一个视角，就像是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到，虽然摸不到，但是很清楚的看得到具象的东西。哦，这个歌词是这样的意思。哦，那个就是几乎我们泰雅族的年轻人，哦，就是80年代以后的都会唱这首歌，不会唱的话就是不是你们泰雅族的人。对，或者是本身就是唱歌不好听，也是有的。那那个，聊不多，我先唱我的。对，好。我分享一下这一首歌是个。我们再两首就休息了，好，这第五首要加钱的了。这一首，我以前念，我是念神学院长。哦，真的。跟学长写的一首，然后这一首歌叫做《土地》。土地，嗯，土地也是土地，哎，这块土地，土地好像是土地，哇，那么深奥啊。中文的还比较清楚，没问题。这个是在，我给你稍微引言一下，他们，哦，你继续谈，我给你稍微引言，就是他跟这个学堂，他们唱这个土地，就是这一位。神学系的学生，因为他看到整个原住民在大的范围看到土地一直流失，啊，连他自己的家也发生，同样也同时也发生在他的家庭，对，所以他很多的那个有很多的这种对失去土地的那种，或者是说他转化成就是说去透过这首歌。不断的去提醒说还没有变相卖地的这些原住民的特别是年轻人啊要守住。感谢你无比大爱，感谢你丰盛恩典，感谢你吃下这地，愿主命活着都是因为你，因为你我们尊重，因为你我们守护，因为你等候你国度再次降临，愿主民生活单纯全是为你，求你赐下怜悯和公义，医治破碎土地，安慰受伤心，求你彰显公义和真理，求你怜悯那些无知的人，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愿你安慰我们，求你赦免他们，恳求带领我们向前进，我们跌倒过，受伤过，我在角落，你总是不撇下我，也不丢弃我，愿你帮助我，指引我，站立为你，为了你所造的美好，
下怜悯和公义，撕破碎土地，安慰受伤心灵，恳求你彰显公义和真理，求你怜悯那些无知的人，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愿你安慰我们，求你赦免他们，恳求你带领我们向前进。投入，他的音量很美，而且这首歌就很有感觉。这应该去两个老师。好有 feel 哦！这你们之后会再出第二张 CD 会出现吧？这个不行，因为这个是别人写的，你别人要出啊。OK。我们也不能太晚，我们唱最后一首歌。好。对对对 ，OK。就是我们这个是感谢天主的歌了。对，好。就是哑巴无度，跟我们念一下。哑巴无度。哑巴无助，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常常感谢神呐。哑巴无助，他拉不不出那，把那沙布抹去一路。哑巴无助，他拉不不出。沙沙的两个两哇昆马库沙灰云路满树最后人回到山下的时候就会记起这些。
2017年9月20号，很少终于你会让我讲他们来唱。哦，对，因为那个有时候为什么？因为我老婆现在怀孕。哦，恭喜！我想说，透过这样，然后回家就练习，然后想说，趁宝宝在肚子里面。然后自弹自唱，然后生出来一定会有那个音乐，喜欢音乐，喜欢敏感、哦，好啊，恭喜呀，恭喜你！你要唱给外面的女朋友听。我们也过去宣传，我们一起拍照拍一下，在大台那边拍。哦，还好。